那么我们 Veru 的 AI 的功能在这里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哈，所以我就从插入这边，你看一下，上面有一个叫插入，你看有没有以文字生成图像，所以你只要会讲话就好。对啊，你只要把你要的东西给它描述出来就好。来，你看我按下去，假设我放在这边，待会就插入这里哈，来按一下，你看。他先帮你抓现在这个字幕的，好，但是你如果不要，你就来这边，是不是自己讲？好，我就来这里，然后呢，就按下去，请帮我找一张田伟国中的照片，我们找田伟的。查看结果。还没，这产生中好吗？你还可以指定风格，有没有？他帮你找找看，右手边他会帮你显示那个免费的那个影片或图片。不不，他竟然帮我找这一种，这都 AI 生成的，哎，他不用钱，对啊，就可以马上用。那我们在 Veru 里面，他给你的影片。给你的音乐、给你的图片，都是可以商业使用的，就是版权上他有特别提到，对，所以是蛮不错的。那比如说你要这一张，你就点下去，有没有就插进来了？那你可以独立一张，也可以怎么样？也可以就是在这里面，就变成一张小张的放在这里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？对不对？也都 OK，它也可以做动画哦，哎，它也可以做动画，你看我是 Karen。有没有？是不是有动画？对啊，只是说你要做比较完整功能的，是要下载软体啦。好，像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要插入音乐，要插入像这边虚拟人物，有没有背景音乐？哎，他也有帮你准备很多虚拟人物呢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来，这里我先收起来。有没有？右手边这里有虚拟人物，他会自动讲话，他嘴巴会动。对，所以。你可以找看看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喜欢的，如果老师不喜欢露脸，就找他来帮忙。哎，真的很多，你还可以许愿制作角色，你可以告诉他我想要什么角色，他帮你做，就跟他们公司讲，这个真的，哎，没有，目前没有。对，所以他最近有一个付费方案呐，就是说如果你使用量比较大的，超过他一个免费额度的。那他可能就会有收费订阅的，但是我们一般他就是120分钟，但是平常老师会那么勤劳录120分钟吗？还得我一个月也录不了几个影片，所以还好，我都在那个额度里面，我也不用什么破解。对，哎，好，那像这样，前面打算，有时候会啊，空间不够我还是会删啊，就是我会累积先停一段时间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重复再输出的机会很少。因为都已经发布出去了嘛，哎，木已成舟哈、哦，对啊，除非你真的想要留下来了，不然应该就还好。对，我就放在上面了。对，那如果老师呢，你觉得连声音都不想出现的，他有这个 AI 配音有没有？AI 语音、AI 字幕配音，如果你已经有字幕的，就叫 AI 帮你配音；如果没有字幕，你就自己选一个，然后。可以用自己打字进去，它就帮你产生一个 AI 的 LINE 里面不是很多人在传吗？对岸的都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啊，有没有感觉了？那现在老师应该你们的影片应该输出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起来试看看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其实还有一个 AI 的功能，我这边没有讲到的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只有文字生成图片而已？但是如果我要让它帮我产生一整段影片呢，像我们的剪映有那个图文生片这样的功能，它也有在哪里？在左手边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线上版就可以体验了。只是它要开一个新档案，从这边你看有没有个新项目？档案这边你按一下新项目，有没有叫做透过文字制作影片？它现在也可以做短影音哦。然后最近又增加这个，直接把老师的简报变成 PDF 之后，直接抓进来，
就跟我们刚刚那直接就做了。事实上 Bazoom 也有录影的功能。好，那我就先用这个，你看，点进去，你就来这边告诉他，你的影片的主题，比如说我们要介绍虚拟摄影棚，这样的一个主题。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大纲内容，你可以请他用 AI 帮你撰写，就根据这个主题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右手边有没有一个情境？你是教育型的，哦，教育类的，还是要做童话故事的？这样有没有很可怕？有哈，好，来，我就先用教育类的，我请他啊，你帮我撰写，你也可以先给他一个大纲，然后请他用 AI 帮你帮忙。你看，就现在 AI 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，所以老师，你不会用 AI，学生会教你用。对，AI 也可以改。老师以后你就跟同学交作文上来，你记得叫他交电子档，因为你就叫 AI 帮你改作文。这样知道吗？真的，AI 可以改作文呢，真的。他可以告诉你，哎，这一句话要怎么写会比较好。开始。对，没关系哈，反正你用 AI，老师也会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，我就先创作一下喽。对，哎，你用 AI，我也用 AI 帮你改。哇，今天失败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在这边把我要的内容，哈，如果像我这边现在比较没有内容，我就来这边复制一下几个基本的，来，假设我在这边，我先给他几个内容，然后呢，让他帮我去产生，有没有继续撰写？我现在是给他几个基本的东西，让他帮我再去产生出来。所以你就发现，现在 AI 的应用很多啦，哎，还是失败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用电脑版的去 run，你用电脑版应该会比较正常，这样 OK，可以哦。好，所以老师参考看看，因为它就会帮你自动产生这些，帮你配语音，然后呢，帮你配上适当的图片跟影片，连背景音乐都会帮你做，跟剪映真的很像啦，好，跟剪映很像。好，